今天这条是那张笨蛋美女妆，大概两三个月前吧，跟朋友有讨论过这个问题，然后想说谁都要变笨啊，谁知道后面加了美女两个字就大火了，太好笑了。今天空着嘛，就赶紧说把这个内容出掉。如果说你想变聪明的话，直接反向操作就好了。最新解锁 NARS 的超方瓶，就全脸用一泵的量，真的就是八脸都看不出来。我朋友说什么最近很爱用刮刀的，我没有买刮刀，但是可以用这个饼试试看。用这种很薄很薄的量遮瑕呢，又有持妆是真的攒攒的，然后拿粉扑就这样轻拍，薄到爆炸，取一点点去这样叠涂，最后一点用量全用在我这个烂下巴上。上完底妆是这样，你觉得没化妆戴耳环看上去好土啊，先遮个瑕，我的量越少越好。我跟你讲，画这种很好玩的。太笨蛋了，太笨蛋了，太笨蛋了！话筒没电了，后面全程没有录到，现在要从头来一遍，佛了呀！调整心态。好，来，先来看一下怎么从这样变成这样。第一步，眉毛又短，眉距开，显笨。维姿的四色眉粉，灰棕色的啊，先把缺块的地方补一补，长什么长度就什么长度，不要去加长了。然后眉毛平平的话，眉峰这里高的位置遮掉，然后眉头的位置这里拉平一点。今天眉毛是弱化的啊，然后眉尾要粗，要虚，要钝，不要尖，所有跟灵力有关的都不要。用遮瑕膏里最白的这种颜色，眉刷蘸取，把眉头直接遮开，开到眼角以内的地方，就是把眉中心那个三角区无限放大，不能到瞳孔内边缘啊，这个有点太开了。这里我们的肌肉是这样斜着长的，所以你们遮的时候也要这样斜着遮。山根的这块地方要把它遮白，是要它从这么宽顺下来的。CT 的染眉膏。眉尾的地方，我这里还是会有一点点挑嘛，我要让它降下来一点，拿一个黑色的眉笔补两三根小杂毛就好了。还有这里有点空，眉尾遮钝一点，然后遮瑕膏把山根鼻梁加宽，因为等一下这块阴暗面要重新塑造，脸显胖显圆也是显笨的，我这块地方就会比这块处理过的要瘦一点，对吧？从鼻翼这块开始，因为我这里是凹的，把提亮是这样长的，这样长的，然后包括这里有根是这样长的，下巴的宽度要延伸嘛，延伸到瞳孔向下这个位置，其实是这一笔，包括大脑门儿也可以稍微圆一点点。发际线低也是显笨的，我前面已经把些发际线降下来了，鼻背这里要遮上去，遮瑕膏提亮的话会更明显，但是我不想底妆太厚。眼影的话，我当时试妆的时候用的是娇色的 F10 奶杏盘，先拿这颗白色的，它其实有点像定妆遮瑕粉，整个眼皮铺白。带一点抛度啊，才会显得幼态。眉毛底下这块全部打白，它让它弹出来。这部分我们亚洲人显肿的地方，直接鱼粉轻轻带过，让它颜色不要脱节太严重就好了。眼头这块你是要把它铺白的，卧蚕的位置要先把它打底打出来，包括后半部分容易暗沉的，先这样白白净净的。眉粉盘里的这一颗假眉头后面一点点的位置，就从这里开始圆弧形包下来。本来这个双 C 是这样长的，你要把这个双 C 给拉宽，然后再往前带一点，看到吗？山根轮廓位置已经后移了，拿这颗基调色眼角这里往上勾，眼头眼尾画个括号把它扩起来，然后把眼尾扫匀，然后到了眼尾这里垂直向下画，往外扩散，把手指晕开，接着呢拿一把这种小的刷子去蘸取这个眼线色，我们开始调眼型了啊。眼尾末端紧贴睫毛根部画个竖条，之后呢你可以向外晕出去一点点，让它变自然，看到吧，这种感觉，然后开始紧贴睫毛根部向上包，不断的睁眼闭眼把它调整自然。下半部分兜的是最重要的，这个圆的最下缘跟后端基本在于水平线上，你甚至还可以再往下挂一点点，拿把扁一点的刷子在眼尾这里勾一条，再跟前面拉平衔接，差不多是这种感觉。你可以像这样虚一点的把它晕开，也可以像这样子填实的状态，下睫毛刷起来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区别，睁着眼画把这里给包圆，眼头圆呢也是比眼头尖要显得笨一点，下面一带上往下扩宽将会显得更圆润一点。拿这个浅色把卧蚕线勾出来，眯起来之后在这个最下面这根线往上一点的位置要勾的稍微大一点，这样呢纵向又放大一点，尾部也跟上，之后再拿这颗眼线色指甲伸在瞳孔最下方这里，拿这颗亮片色把卧蚕框起来，眼头可以这样带一下，眼睑下肢的边缘也拿这个珠光色去融一融才会衔接的好，黑色的单色眼影就好了。刷子的话呢，白凤堂的这把薄的就很离谱，宽度呢也很适合我们亚洲人的眼型，勾在睫毛根部的地方去加强眼部轮廓，一定要有虚有实才能真实，因为我们要又圆又短，只能是顺着这个圆弧先把上面勾上去，再往下降那么一丢丢，看到吗？然后也是瞳孔外侧的边缘这一笔加深，跟眼头做个衔接，没加睫毛就已经硕大无比。为了要显眼睛圆，炸太阳花的那种炸开式的会显得上下延伸度更好，拿刚刚的基调色把眼尾这边补圆润一点，开始变笨了。拿那个口爱浮潮唇峰这里往上挪画一道，这边画下来一道，这样人就短了，再把这里唇角也给包上去，再模糊一点，唇峰整个向上画一点，
因为我这里是有点尖尖的感觉嘛，可以往下这样走一点，内扣进来，下巴一定要收短，让它变钝一点，因为我们上面唇峰移上去了，上嘴唇会显得很高，所以你下嘴唇再往下挪一点，让它嘟起来。不想戴假睫毛了，再刷两个，一个这个打底。睫毛器，这个充完电每次都可以用半个月左右啊，用了几天突然还能录个手表，手表新到的，好喜欢，我买的是 M 号的。不接。